是不是在恋爱？我帮你拿纸巾啊。没事吧？你回答我。妈。干嘛？你当你爸眼神不好？云安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 怎么就承认了？总要说的呀。小林，上天台，跟爷俩好好聊聊。爸，坐下，坐下。干嘛？你怕你爸住院啊？ 真的走远吧，叔叔，我真想揍你一顿，可是我又不能啊。叔叔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 你说你啊，你也给叔叔啊出了个难题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叔叔，我对徐远是真心的。你还是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闺女，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了。叔叔这心里难受。 可是又不能发火，叔叔，我不会欺负徐远的。 哎，雨安呢？怎么就你回来了？回去了。怎么就回去了？饭还没吃完呢。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泡我的闺女，被老子揍了一顿。揍了？啊！你怎么这样啊？年纪也不小，怎么还打人啊？徐建国，你真打他了？哎。 老子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，啊，好好的白菜，说被猪拱就拱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怎么？雨安是我带大的，就他叫我一声妈了。你说他是猪，那我是什么？啊，这儿，哎呀，你，我这么多说几句，开个玩笑，你还真生气了你们。啊 Yes！
再高点儿。嗯。非常对不起啊，你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不领了。你在捂会儿啊。没事，就没事。你真没事啊？嗯。你笑什么？没笑。这事儿都怪我爸。啊？都怪我爸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好吧？哎，你别去。徐然，我们的事儿我都跟叔叔说了。啊？那我爸怎么说啊？你爸同意了。他没生气、啊、叔叔没生气，他不反对我们在一起。叔叔还说他觉得你长不好看，他怕没人娶你，还好我不嫌弃。什么叫做我长得不好看？照顾的人多了去了。再说，谁让你娶我？我不嫌弃，我肯定不嫌弃你。